哎，给点尊重，给点尊重，给点尊重。一巴掌就把我扒死了我。哎呀，怎么有人在桶子里啊？暴躁。僵尸也要泡澡。OK， 没问题。我第一枪，没有子弹啦，只剩几发。那等一下不能，前面不能开枪了。哇，那第三张把难度搞那么难做什么？不懂。太少资源啦。
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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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哎，再一次就够了。可以抱，可以抱他。有四只啊，四只怎么搞？我有几发？看一下。这两发哦。
没事没事，已经有过记录点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要不应该设计有弹夹这个设计的、怎么会要有弹夹才能装子弹，然后不给弹夹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走另外一边。找钥匙，那是笑死。身上快要四十几发手枪子弹，三四十发手枪子弹就没有任何一个弹夹可以用。Aurora Project.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at fucking thing, I wouldn't be stuck down here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se goddamn monsters. 扣分，起码扣个三分，设计太弱智。不是我不捡弹夹，或者我自己把弹夹丢掉，是他整场没给我弹夹，也没商店给我买。如果是我自己
浪费掉我就认了。问题是他整场没给我。可以回去开那个门吧，但是我现在剩11滴血要跑回去。SBS 感谢三个月。橘子安安，好久不见。你看，我推不动他。我想想想看啊。我来测试一下好了，测试一下，又死掉了。等他起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他攻击的时候我推，测试一下。我判定非常小，判定非常小，不像一般僵尸游戏或什么把人家打倒那种。宽大的判定，他就跟之狼那个格挡的判定值差不多。五花感谢五个月啊 ，S523，感谢五个月。判定非常小，大概就是他扑过来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你的推已经要推到推出去了。莫名其妙自动续订了拜普莱萨普。嗯，我们还是跑吧。我应该已经有拿到钥匙了吧？有了。好痒，难受。哎，推哦，推比较保险的推是等僵尸扑完你再推它。在扑的过程中推，我觉得那都，不然我们来试一试看，在扑的过程中推。你看就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僵尸不是像一个动作游戏 PK 的王，它是一个有预备动作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不规则性，它有可能在那边站着扭两下，然后再突然扑你，也有可能一来就扑你，你没有办法去抓它的一个。抓他一个动作的一个规律性，是没有规律性的。僵尸设计就是这样子。
不是像只狼那个王，他就是这个动作就是会砍你，你就是可以挡。它是一个不规则的，又有随机性，你没有办法很百分之百确定你一定可以推到它。最保险只有在他没有补血东西可以用。这款真的最保险是只有用躲的，你用推的很不保险。看你脸。这边吗？好像过头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在后面呢，那个开那个闸门。我走错了，走太急了。QEQAZ， 好认真的，我要拿出我当20古堡2。精英高玩的实力的，虽然这比二人国二噩梦难度还难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。这真的比二零古堡二最难难度还难。就是这，因为二零古堡二它重置版已经是那种比较新的系统了，不是那种二零古堡一开始，这大概就是那种二零古堡一二代那种旧版的那种难度，难到靠背那种，就是旧版的。是在二零古堡一啊零重置版那种难度。Oh my god, damn！ 这样我怎么出去？哎呦！啊！以前玩二零古堡一，它会一个攻击性，然后它会给你刀，你可以这样砍。这个第三章难度真的是超难，一二章难度大概很简单，因为它给的资源太充足了。第三章不给东西啊，资源给超级少，不知道这个乌鸦做的特别讨厌，就是蛮讨厌这个乌鸦不给东西。一二章很简单，没毛病，弹药给的很多。第三章不给东西，从一开始就不给。好了，决斗，来再一次决斗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输了。来，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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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用转角攻击，转角攻击，漂亮。胖子在门后面。那胖，我们后面有个胖子。
你要被夹击。胖子。弹呢？我身上真的没有任何一发子弹可以射呢。他给我现在身上有，总共有，我被吃掉了，总共有50几发手枪子弹，然后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弹夹可以用，搞不懂。给弹夹。有病啊，真的有病啊，仔细搜一下看有没有弹夹，我真的没看到有弹夹。你这样进来我怎么办？哎，我很猛，咬推，很猛，所以我们就运用我们的转角战术，不慌，我很猛，转角战术硬推，很猛，哎，漂亮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？什么变胖？他怎么在这？